头铁头也不玩猎人了，你们猎人都不喜欢玩了，都已经。哎呀，新进的猎人，新进猎人，哼哼哼，就是不喜欢玩猎人的这。猎人不挺好玩的吧？猎人进去的没东西消费啊？啊，进去没东西消费的？T2.5 加法霜的，你让我们怎么穿？杀虫子？为什么2.5加法霜呢？我不知道，我不那个问题要留给暴雪了。五件衣服他妈加了接近100的法伤，我他妈人傻掉了，我操！法伤猎人厉害吗？你要法伤猎人也还行，你奥术射击也算法术伤害，感觉就是个憨批啊。不厉害啊？没玩过，不知道。怎么今天粉谁黑的？是不是主要是法伤堆不上去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是我黑的。黄胖，你也不玩猎人啦？都不玩猎人的？猎人这么不受欢迎的？不会吧 ？U R 黑本没了，刚才就是 U R 黑的本。我天！啊，没打完。U R 黑了，没打完，没打完。我看你们公会里面对吧，各种乱发啥东西啥东西的。宝宝打到哪里了呀，宝宝？五光掠夺。打完双子就卖了320一个人。我们也差不多，我们还没你们强呢，我们黑的一逼，连个武器都没有。就这，两队黑鬼，我操！多少人了呀？还有位置吗？勇者族啊，才13个人。好歹出了个治疗的毕业副手。又出来一个双人武器，就那个双子的，挺帅的。宝宝是你们开族了吗？还是怎么的？不，云哥开族了呀。云哥来了。云哥族了，那种对啊，族王，你们吃饭有这么快的吗？我还没开始呢。吃毛饭，我好，我一天没吃了。你5点钟吃晚饭啊？我就吃了个中午饭的。我们中午12:30就开始了呀。弄什么 buff？ 这不需要弄到 弄 buff 的。云哥走歪了，右边。这局开打弄什么 buff？ 弄什么 buff？ 认真呀，认真呀。这猎人跑哪去了？猎人去哪了？在你后面。怎么只有两个猎人？安卢恩也换了吗？最多再来一个就够了。花奶，云哥花奶。不要猎人啊，你们。就给金寨主。我们刚才就3个猎人打的。就给金寨主就行了。这儿科是谁了？儿科。包宝团的。就那个波克。屁刀贼。我是总管。主管的呢？就那个屁刀贼。破盒。破盒，这是破盒啊！不知道是不是来太早了？组一个呢，宇哥？是不是来太早了？人都没上呢。142个在线呢，比昨天晚上还多。圣骑士一个还没来。我给你组个昨晚49000小费提步的老板。先下线。没必要的，这个 buff 就没必要的。我 BGM 都变了，是吗？怎么这么多打狂暴战呢？我的妈！狂暴战团伙，这是。我也想打。这么多狂暴战竞速团吗？是不是？那金库人一抓上呢，直接把人互相对砍，我操！重伤直接跳血跳死，我操！贝壳，你声音太轻了。没事，听到吗？我不敢太大声，我这边我妈妈。看好吧，你的末日来临了。现在好一点了吧？
云哥，你要是狂暴弹多，我可以换牧师，换那个猎人，换兄弟都可以的。顶住，你准备了吧？头铁头和表情包是同一个账号吧？好像是。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账号，昨天俩人同时在组里了。是同一个人。哦。怎么有一个冲锋失血加一个冲锋释抗啊？冲锋释放啊？冲锋释放是我们团的，冲锋失血是包包团的，好像。这怎么这么乱呀？这。是不是搞乱了？这俩都是狂暴战。没骑士啊。在组上就十几个狂暴战了，再组一下。烂民和宅男呢？宅男是骑士，我们团的，装备还可以。俺明儿是包包团的，我的个妈！这不是把团的把团队里的人给拆封啦？这样能行？先组一下那个他们小号，都有很多号的现在，每个人都三四个号呢，都是好多都是小号。他们现在都是有一个固定团，是固定的，其他宅男是大号呀，弄了三四个号啊？对，对啊。这个嘚嘚大是谁了？嘚嘚大，我们团的，七七团的，我们团的。第一个 CD 他们都没有固定团，都没打，都没开的，都是好几个团他们合团打的。嘚嘚大。搞了几个法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搞了四个法师，是不开工太早了？舅舅跟吴峰还没来。舅舅已经一个月没上线了，好久都没看见舅舅了。吴峰不知道干嘛的。再放个法师，再弄两个小德解解毒，小德解毒厉害啊！整两小德解解毒。哥，你帮我牧师煮上，我再给你送两瓶药，我就在门口等着呢。天泽五男人是谁了？包包团的。昨天的那个五，昨天那个封建替天泽五。哎呦！哥，你煮我一下牧师的。还有谁搞德鲁伊的呢？再给你塞两瓶药的。吃糖长不高。你这你刚才打双子两个就弄两个战士硬打吗？没有，两个战士，两个素质 T。弄两个战士换两个素质啊？啊。不换不行啊。可以。没试过。可以，但是我们两个素质 T 一次就过了。不放治疗压力有点大。就术士穿几个暗抗就可以了了。对，术士都不怎么掉血的。小迷弟呢？小迷弟不是刷暗抗了吗？对啊。
小迷弟两个号不知道是不是都算了，再艾特他一下。就是反正组进来的兄弟装备也差不多都毕业的是吧？应该吧，看一下的。没有混子吧？都你们都认识的？没有混子，我问问那个封建T老板，还封建T那个T部老板，我问他一下。哎，题目还没拍呢，题目还没拍呢。题目拍了一把了，等会儿，等会儿。你不是这个这个、你不是说你 DPS 很猛吗？不是你说的吗？你小兄弟，大耳朵长毛怪和这个朝天师奈都是奶德吧？我一个我们团的，一个包包团的，咋都是这样的？这都是奶德吧？都是奶德，大耳朵是，是马猴啊。啊，马猴也是哪一对儿，大耳朵也是哪一对儿。三个 T， 包打 T 吧，包包打 T 吧，四个 T。我操，组这么多狂暴战是不是特别凶啊？全组上给他。这他妈竞速团啊，狂暴战，妈进去乱砍，我操！他们不能加入我们的队伍。恶魔，你怎么把正义号开过？反正我无敌带够的。进去乱砍，我操！哟，刚才一开始还有牧师没组啊？我七片无敌，我进去就你妈还少一个牧师吧？法师太少了，法师不是六个不够吗？法师有点少，还六到八个。法师需要这么多的数量吗？没必要吧？需要这么多法师啊？打小软，要不还没见？看我们打不打小软吧。我看人家打那个软泥怪近战躲在外面，然后里面一级寒冰剑戳的差不多了，近战冲进来干。对，打小软近战是在外边待的，直接进去斩杀去。不是啊，他冲进去每次那个打到那个血量差不多要结冰的时候，他冲进来一起砍完了之后出小软泥怪，每次打掉两个小软泥怪，三轮就打掉了，就这样反复三轮就打死了。一团不拉人，大哥。自己滴滴，这现在不滴滴直接拉副本门。德大是谁的了？德大，不知道，不是包包上面的吗？我们这边的，七七这边。好多小兄弟打着人不知道打哪儿去了，那黑衣之超开的时间太长了。得过且过，他有个法师叫法过且过。法过且过。对，就那得过且过。法师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觉得法师差不多了，得再弄个牧师啊，一个、两个、三个，可以再来四个牧师，再弄个牧师吧，可以再来一个法师，再来两个牧师，可以。德国今天牺牲了自己的小头铁陀，你要打牧师啊？头铁陀打牧师，再上个猎人。上个猎人，哪辆换猎人？那我换猎人。啊，你上你换猎人。OK， 我换。哎，来太早了，大概五点多来的，人家不知道吧？嗯哥，把那顶柱塔射完事儿，把主进来，把那顶柱边上给他踢了就行。然后把表情包，表情包自己退了。狂暴症数量特别大。我就不留霸了。对了，我滴滴了，我看。云哥，等我坐一下，云哥，我先滴滴过来。死亡与坚
这样就可以再来一个法师。法师好几个，左右横跳，法过且过，酋长的野望。这不正好仨吗？就组仨法师就完了呗。再组三个法师，他妈十个法师。法国其实挺厉害的，然后不是说法师不厉害，我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你像他们那个现在的这个 TAQ 的竞速团也是八个法师起步的，都是。不是说法师不厉害，再还最好再搞个牧师。再搞。三。左右横跳。十二治疗差不多嘛，标配嘛，十二治疗嘛。术士搞了几个？一个两个，搞了两个术士。术士两个，嗯。整了两个术士。两个术士 T 的话，容错率会高很多。他们俩都有 T 中。花开有吗？小迷弟肯定有。花开有，花开有，花开有，现在就穿身上了，那就行。花开有。毒奶小子，左右横跳的牧师，那再整个法师，整个法师，法国先过呗，弄个法师，弄个盗贼，都组个顶中没组上吧？法师，法师有点多呀，上哪个？茅山功德箱，法国且过，法国且过，上法国且过啊？对，靠谱啊。他刚才跟我们已经打一轮了，该咱们打的所有东西都知道。对对对，靠谱，靠谱，有钱。对，有钱才能动到的。还有哪个狂暴战兄弟没组上的？杰克尔还是谁？没盗贼，再上个狂暴战。狂暴战好一点。毒奶小子故意滴滴去了。刚才是哪个兄弟没组上啊？杰克尔、冲锋四雪、冲锋四放还是谁？冲锋四放组上了。冲锋四放吧，冲锋四放刚才也给我们打了一遍。他不是在队里吗？好像在队里啊。冲锋四雪在了，把冲锋四放组了吧？他刚才跟我们一块打了一遍，这个也可以放心。木头石，你怎么还带着碧空呢？木头石，啊？啊？木头石很抠的。你怎么还用着碧空之歌呢？不是没出吗？什么没出啊？什么没出啊？什么没出？咋出过那么多次了？你好意思说别人呢，贝和？你好意思吗？你说别人？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拿的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个人。我怎么了？贝和就还剩那个刚才毒奶小子，对，还差个毒奶小子，左右横跳那个牧师。上线了，我在想是不是上个术士抽抽蓝好一点，六木三术这样抽蓝好一点，猎人也要抽蓝，猎人要打那个什么蝰蛇钉子抽蓝，对，不然抽蓝速度跟不上有点尴尬呀。法师抽先弄一下，先弄一下，就这样吧，先弄一下吧。我就只能放这么多。我操，我们这队伍有点散的啊，什么感觉？感觉各路兄弟有点多啊。那个本来的人都没来呢，开太早了可能。感觉各路兄弟有点多呢。散羊不配站在最前面，散羊到后边队伍里。我操！我搓了一分钟，发现我饱满了一瓶没搓出来。啊，这不是凹山羊，这是什么羊？小羊，我靠！贝壳搓水快，我就只能搓这么多水，我就只能搓120。包里面都满。我一包的药，你让我上哪搓水去？搓进不用再。认真严肃啊，别逼老板娘开喷啊，认真对待。
上古之神的回归吧。这感觉是不是猎人还是组少了点？猎人就弄三个？够了。那个黑曜石一下就倒了。今天这么多精战，可能打得很快。人都到齐了，那加状态开打吧。吃起来，要吃起来呢，兄弟们。这黑曜石就直接抽个蓝，直接弄了就完事了吧。先弄个黑曜石，抽个蓝试试身手啊！等一下吧，还要回复一下。骑士 buff 呢？看上帝等着骑着虫子。宇哥，我这儿有两个自然抗戒指，你要不要？我不要了。先锤一下吧，下次星期二更新了正常打嘛，先锤一下。到了啊，等他过了，你别站这位置，这位置不行。到什么级了？这等他，好像这个距离稍微有点远嘛。啊，这四个才110000血啊，这么混的？对。混的要这么混的，这四个才11000血啊！混的要死。等会儿先打经济啊，四个等会儿先打经济啊，先打荆棘的那个。让他们法师上诊测一会儿。还是猎人开吧，这个黑曜石距离稍微远了点，差不多了，可以开了。还未就绪。这个不用抽的吗？这个抽抽啊，狠狠的抽啊，能抽的全抽啊。牧师那个术士猎人，法师猎人，法师抽不了。还有法师、牧师、术士猎人。对，就牧师、术士猎人直接抽。我接里面两个吧，先标记一下啊。我接里面两个，你给上个表记，先上那个矮个侦测。哦，对，还是得看侦测的，先打荆棘啊。有没有四个体的？不用，我接里面两个，没事，就按我们按原来的风吧，来吧。配合上侦测啊！哎，就打先打荆棘的，先打大饼的，大饼的那个谁接一下？荆棘树要先处理掉，不然四个全带紧。哦，不对，不能先打荆棘树，打错了，搞错了，不能先打荆棘，荆棘最后打，换，最后打荆棘。先打那个恢复的吧。啊，先。或恢复打了，他也会传给那个的。恢复和荆棘最后打，那就致死了。先打致死可以。荆棘最后打，不然全带荆棘，反杀反死人。骷髅，搞错了方向放。他是那个先死的，会把能力传给另外三个。能传给另外三个人。所以荆棘要最后打。荆棘打的时候近战注意一下，别把自己打死了，远程应该没问题。上古奇拉神器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交一个任务500灯望，可以一直交。行不行，我不打了。近战别打了，近战把自己打死的。门关一下呢，哎，有一个坐骑，虫子，云哥，蓝色的虫子，你自己先拿一下，或者你给一个猎人，就只出了一个吗？先给谁？先给猎人吗？先给奶妈吧。我们打到猎人或猎人吧，猎人开怪用。我们该打到哈霍兰才出第一只，打到哈霍兰才出一只？不会吧，打到哈霍兰应该半个团都有了，谁这么黑啊？开一个，这中间这个开一下。这他妈黑的不成样了，抽蓝抽起来，往后退退。
所有能抽蓝的都抽蓝，别干其他事，就抽就行了。差不多，这配置抽蓝好像还差不多，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在上面巡逻啊，他下来吗？要下来。这开了会引到那两只吗？不会。确定不会啊？再走点再开。啊，可以开了，可以开了。开抽，开抽。这坦克好像 AH 现在应该能买到了吧？什么坦克？那个是实体绑定的吧？坦克。虫子是绑定啊、等一下，等一下啊！小孩在地上玩东西啊！等。右边两个接一下，等会儿侦测了看一下，还是最后打那个经济的啊，我搞左边这两个，坦克上来接一下，我这有个经济的，先别管我这个经济的，快方块，先打方块，先打方块。上侦测呀、啊。用兵打，用兵打。大兵打不开。大兵活烦。等一下，等一下。打不开，这怎么？经济最后打，小熊接的是经济最后打。打经济，别把自己烦死了啊！经常自己看一下，自己一下掉很多血。有人把自己烦死了，有一个，有一个彩笔，死了个最菜的，死了两个了，我他妈路都是这么死的，活烦把自己烦死的呗，彩笔，菜呗，雷霆死的，别问问，死亡塑像是哪个东西的？就换那个装备的是吧？对，换跳点舞啊。等我谁拿了找丁内，问丁内拿一下吧，谁换装备的，他好像要甲虫，要这个雕像是吧？那种直接就毛掉了呀，这死亡雕像就是换战士提要跳舞的呀。不是啊，谁等会买装备给谁呀、就每25%换那个分个身，然后先把分身打死、就是法师在两侧那个远程去两侧的那个什么斜坡上。咱看远程跟治疗呢，哪个猎人一会儿开怪？开什么？就抽上去打不就行了吗？要猎人开怪干什么？你把不是后面公主后边拱卒的时候，我把这个虫子给他，让他得去骑着虫子，不然容易死。不可能打到哈后兰出一个虫子的，你别搞呀！怎么可能了？这他绝对不可能的，打到哈后兰一半的人都能骑上了，你这不是？是先给他优先给凯怪猎人。不可能打到哈霍兰出虫只出一个的，不可能的，也不瞎搞着呢，不可能的。那个叫什么？等会儿先打分身啊，先打分身。1357走左边，2468走右边。那个远程和治疗去两边的那个斜坡上，然后法师到时候把那个就是被控制的第一时间变个羊，大家用单体攻击技能，不要用群体攻击技能就行了。然后那个叫什么博士，如果那个框手上发亮，他那个框不是白框的话，可以打断一下。然后坦克每次分的时候就把分身都拉到下面来啊，坦克等会把分身的那个三个坦克嘛，把分身的往下拉到下面中间，就这点东西了，好了吧？这里可以上马的了，可以啊，那上了，直接上了，打断。上个语言诅咒，快扬那个，不然他伤害很高。
不阳他伤害很高。换要召唤换雕像了啊！准备转分身啊！我这给他上标记，他消掉了吗？我这个好像是真的，我这个好像是真的，打另外两只吧。哦，我这只假的，我这只假的，打我这只，我当前目标这只假的，扬二范。哦，范扬一下，扬一下二范，就变大的那个法师贴波切换目标。两个假的已经死了，这么快？一秒钟就死了。又放了，又放，又转了，坦克把怪拉过来。哎，就他妈一血一算了，我操！我被心控了，杨。要控下场，要控下场，近战太猛了。两个乃德战俘就两个近战起来，随便拉一下，早用早冷却。还有一轮分身来了，最后一轮。上面那个往下拉一下，手上有亮光的是真的是吧？盗贼可以把你们闪避先开起来啊，先把你们闪避开起来。打断了。好了，就这只了。这就打死了？太简单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的。摸下尸体啊，都摸下尸体。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还不如我们早中午蹭的。这什么东西啊？不是我的爹约兄娘呢，新婚摸的。那爹给你这个你边走边卖给他们一下。越快越黑，不能打这么快。这他妈什么都没说就打死了。老色鬼摸的。丁磊边走边拍卖一下装备啊。好的好的。这种闪电是200起啊，套装300起。哎，对哦，今天这个。一下就能知道谁。这他妈太黑了吧，这个。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这肩膀有猎人看得上吧。这感觉是骗人的这个装备。啊，这个肩膀有猎人看得上吧，不可能的是吧。对不起看不上。是不是不可能有猎人能看上。这鞋子是干什么的了，这个鞋子。我操他个哥，这是什么鞋子啊。操。是不是直接分解了就。这什么鬼？这是。走下面，上面是换东西的。都没来过呀，先交一下。达到双子300斤的收入，要死啊！现在别忘换啊，你等后边这声望刷不动了再换。声望刷不动了再换。对，什么刷不动了？就直接换了。打到后面是搞 boss 才有，这等个屁，有换还不直接换？换上。这马上又跟主哥一样，重进过后还是有声望。就是。完了，两件装备全烂。全烂吗？给那个谁分解掉吗？好了。我给拉布塔分解了。啊，给他分解了，算了，就当没来过嘛。那怎么办？老一拜拜。妈，这一号他妈什么都没分就直接打完了，一点就直接狂干乱干。先打脑虫，再打两个小的，就这样。先打大的，再打小的呀。啊。主要是开荒，主要是开荒。上来等什么了？开什么慌了？这他妈是开慌吗？这他妈进来乱抓啊！这狂暴战太凶了，这狂暴战要击飞的。背靠墙，背靠墙，背靠墙，往后拖一拖，背靠墙。死了，已经。这么野的，这干什么了？这是在哪里有击飞了？又死光了？啊？虫子呢？就这，怎么死光了？怎么？这他妈狂暴战太野蛮了！这啊！我感觉刚才打那个团儿，好像不是打的这个副本。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我感觉我们刚才打的不是 TAQ， 真的。我火球术都不敢，我火球术都不敢读的，只敢读。这狂暴战太猛了，我操！这种配置调整一下吧。太恐怖了，这。这太恐怖了、哎！不行啊，你狂暴战太多也不行啊，你打克苏。别往前了，别往前了，别往前了。行的，两个重合站位吃个药就行了。我打到。两重合站位，那个两重合站位可以的，没事的。这个 A 就行了。太可怕了！别给冲锋下去了。这没冲锋，这个是分身。这个是烧小弟的。才50000血！我勒个妈妈，太狠了！太便当了，这个不是，这火力太猛了，这炮台没了，
术士自焚挺危险的，其他都还可以。好看啊，你得保打三宝吗，宇哥？打呀，都打。为什么不打？这他妈不是砍瓜切菜吗？这。这个是有冲锋。又上了，刷的太快了吧，着急了吧这。怎么坦克都没上就冲上去干了？这么凶的 ？ADG 了。我被清空了，我操，能解吗？大的已经死了。死啦！啊呀！啊！这在干什么了？这在？一顿乱锤呀！背靠墙，背靠墙，背靠墙！不背靠墙，后果自负。这是四伏啊！这是。四伏比这难。真是。这他妈怎么就挂了呀？谁捡到钥匙了？有人捡到钥匙了，汉堡王，汉堡王的表哥，他捡到了钥匙。这个到时候看他开什么东西，看一下，看他开甲虫吗？对，都是甲虫，都是甲虫，主要是换套装用的这些。哎呦，这么多雕像！甲虫圣代里面全是甲虫。嗯。那等会儿老板买了什么，就给他安排上了。好的。又开了。这有两只。两只吗？两只。干！80。我被控制了，快解我一下。那我丢工兵炸弹了。我被控制了，解我一下。别锤自己人。哦呦，不背靠墙不行的。这也太野蛮了。我们下午打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太野蛮了。哎，太野蛮了。我们下午打的是私服，现在打的是正式。这怎么拉都没拉就死了，我操！有一个太阳塑像，还有一个那个虫子，蓝色的虫子。他后来要找猎人去开吗？哎呀，给错了。哎，还有一多，还有一波。别出去！太阳塑像给错了。好，我准备拉了。我这包比较小。接一下，快！该玩家有太多的同类物品了。哦，这个精神片是打断不了。人不要对着洞口，又被弹进去。这个被监控的人直接解不掉的是吧？我操，那兄弟被监控直接被狂暴战 A 死了，我操！他他妈并不是死于怪物，直接被狂暴战 A 死了，太夸张了这。死于队友，这整的太夸张了。我先弄那个公主，然后先在左边把公主打死，然后右边把那个什么拉一块儿。先打儿子跟先打爸爸东西有点区别是吧？嗯，看看好像是，对，最后能杀的那个就可以。克里勋爵。那就先打儿子再打爸爸，最简单的是先打爸爸再打儿子。对，最简单是最后打儿子了。装备需求啊，按装备需求呗。反正就是先打他妈。装备需求是先打是先打儿子还是先打爸呢？先把他妈给干了。那第二个打儿子，那就打儿子吧。那说一下，简单说一下了，就是我等会拉骷髅去左边，小熊拉大饼去右边。毕哥拉方块去右边，那治疗跟着那个治疗跟着自己的那个走，谁会放恐惧的？是儿子放恐惧还是他爸放恐惧啊？他妈放恐惧，男的放恐惧。那反恐惧已经上了，那他妈一下子就干死了呀，29万一下就死了。那是左右坦克左右站一站，先在左边把他妈打了，然后把儿子跟他爸拉到中间来，他妈小怪出来一血 A 完之后就把方块打死，打完方块再。打完方块，大家站集中一点。打完方块之后就打那个大饼，大饼到时候坦克开个技能。反正大饼死了，脚下留毒也没关系了。就这样了，站上来点开了吧。还未就绪。那两个坦克自己冲上去，骷髅帮我打一枪就行了。OK。
过来我接一下。别着急呢，别着急呢，别着急呢，还没到呢。小德跟骑士优先解毒啊！我卡了，打断他，我来了。要拉过来点，不然你们要吃到恐惧的。准备打断啊，准备打断。哎，那个别拉过来，小熊，你往那边拉，走错了。这个要冲锋的，把那拉过去。你们俩往那边拉，别拉过来。去地图的另一边。打断一下。马上就死了，他妈马上死了。打断一下，死了死了死了，过来了，别别别，站集中点，拉出来点，拉出来点，先打儿子，先打儿子，方块两个一起先呢，先打了，小德其实优先解毒啊，让牧师先抓一下，坦克准备自己开技能，儿子多少血？告诉，还有多少血？儿子，30。快死了告诉我一下，比如说三万血的时候告诉我一下，我提前开盾墙。好的，他狂暴1.5倍伤害，先把毒解了。怎么样了现在八万？开吧，开砸杀了啊，开了好了，毕哥记得自己开一下啊。我死了，下一个坦克还有5万，打死之后大家注意离开他的脚底啊，离开脚底，离开脚底，有个毒，不然会死的，等这个毒结束再摸。刚才还是早了，等他摸的时候再弄，下次就知道了。好，这黄胖去摸了，黄胖贱人。黄胖摸了，这老黄胖老贱人。吞噬者戒指还行。还行，黄胖不黑。不黑吗？不黑。就是要这戒指呀。就是要这戒指。这戒指有什么用？加15点，我操！我也觉得呀，有什么用啊？5回啊。5回吧。5回啊，以后都推5回要用的。这有用吗？你们又卖不出去了，我操！不黑吗？软泥残血不好吗？软泥残血，哎，我被毒了，糟了！不是，你最后一个打爸爸，他只有这东西出啊，你要别的啥？打儿子的话会出软泥残血吗？这个软泥护儿子的话是出那个软泥打儿子出软泥护手，软泥残血是打他妈妈。软泥残血啥都不出，没有这个东西。堕落英雄残血就这个。加命中的那个是儿子呀，那个是、那是打儿子，那打儿子合算了，这个没多彩好、那搞半天打儿子合算了，这个没多彩鞋好，不是这个鞋没有多彩鞋好，你多彩又不是100%出的，你看这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多彩，对不对？这个鞋也能卖点钱嘛，你现在捡这两东西能卖钱吗？这魔杖也没啥用啊，没人要的呀，这怎么办了？祖国的不比这香吗？哎我操，这毒怎么这么厉害啊，不让我捡尸体的。还不能捡怎么办？等一会儿吧，马上就消失了。烂了吧，我感觉那两件也没人要。来个牧师给他。我操，1800，我操，不行，走上去就嗝屁了。哎呦，快加！哎呦，捡个尸体要这么捡的？加一下，快，加一下，再加一下。好了，消掉了。丁丁，你问问这俩玩意有人要吗？腰带是没人要，鞋、戒指估计也可以。戒指要吗？你获得了上古奇拉神器，触发一个任务。有人要不了啊、哦？有人要了，还行。500了。治疗效果15点，确实是少了一点啊。确实少了一点，他5回嘛，还有点3回。5回当然能顶很多治疗效果的呀。哎，刚才最后打儿子合算呀，顶个屁！就是从卖出去的价格上来说的话，最后打儿子合算一点。你只能说这是个有3维的黑石戒指。这续个猎人打过来，然后我们在这背靠墙，行了。
就在这里背靠墙，不然会被打飞的。你们看我这位置，两边都可以背靠墙吧？到底是了。啊，就开过来嘛，开过来。没有那个坚强的范克瑞斯可以的，还有一个加破甲的，三号好像有个加破甲的那个视频。背靠墙，背靠墙，自己背靠墙啊，都要击飞了就那个了。背靠墙没事的，出不了大事。恩恩一晃你标记一下，一人拉两只。自己切换拉吧，这狂暴战都是，拉也拉不住我。背靠墙，一定要背靠墙，不背靠墙就没了。现在都是在 A 的，没人在单顶。不可能，中午哪敢这样？不可能，这会儿就出两个虫吧？啊，打到这就出两个虫啊？没啦，蛮好多了，已经很红了。两个虫已经很多了。想想我们下午打到这就出两个虫啊？恢复一下，恢复一下，马上。卖药袋有人看怎么了？黄胖药，回来还要拉。这里还得背靠墙，还得背靠墙，回来。哎呦，在这儿吧，我们站这儿吧。也行。这巡逻的没拖到后面吧？我操，好他妈危险！建议站里面，高度比较低。这不是，这是分身虫，分身虫。这没事的呀，这个没事的呀。哎，这不是红虫，没关系。打完之后抱小虫子，没事的。今天下午我们打到这里，打了一个多小时，唯唯诺诺。这是火，这是冲击波还是工程2025的东西啊？工程五。工程二零五的这个叫什么炸弹啊？地命炸弹，就直接埋地上就行了。不是顺发的，他直接顺发了。直接顺发，一个七八斤好像。战争雕像。不会吧？我之前做两斤不到。涨价了呀，材料都涨价了。马上就会退一点的，不会涨那么快的。站站呢，兄弟们，你们站哪？我觉得站这儿比较合理。你们站那儿？太高了，撞飞了会那个。这儿呀，这儿不合，这儿不好吗？你看。我屁股往这儿，这儿屁股一蹲不挺好吗？背靠墙，背靠墙。啊，有人受害了吗？别着急的，背靠墙的，背靠墙，活着，活着才是硬道理啊！背靠墙，真的背靠墙，自己把背贴住后面，稳得很，稳得很，看是不是？这里是不是稳得很？谁自己一个人站那儿的？要出声儿啊！出死了呀！啊，摔死了呀！太高了，背靠墙呀，背靠墙呀！他会往侧边顶你啊！哎呦，亲亲抱抱举高高！哎，我都撑不住了，我背靠墙，同学们背靠墙。哈哈哈哈还是回刚刚的土道里打吧。哎呀，我在空中喝了个血瓶，死了。我喝个血瓶。我看，我说伤害2000多了。这 buff 加的一会儿就弹出去了。太高了，就在这里，大家所有人都站这里。我跟你说，就所有人都站我这个点，全都站这儿，肯定飞不出去。把屁股卡在后面，你看。猎人就我给我自己上个标记，对啊，我给我自己上个标记。猎人随便吧，猎人不怕死，可以占个位置。右边背靠墙也可以，干脆所有人就站这儿背靠墙，拉过来就锤。左边不用打吧？左边不用了吧？左边那个好像也不掉什么东西，后面再出的小怪货多一点。等回下血再开吧，这个血量。OK OK， 还是有点。你看你宝宝去就行了，干嘛要肉身开？对，法师有个叫什么缓降术还漂浮术的那个，用个轻羽毛那个。缓落术，轻羽毛。啊，只要有一个轻羽毛就好了。没蓝，我比较爱惜我的宝宝。没蓝是为什么？你的法力宝石呢？不知道，没注意。不是你有蓝棒缓降术？法师有新的造水术吗？没有吧？没有，就是回4000多的那个蓝，就那个水了，嗯、回4600。嗯，好，可以开了，大家都站这个点。贺东要死了，彩比死了，彩比死了。跟你说，拿宝宝去吧。他没死。哦、来了。没死，又来了。做个动作他就能活了，没开二度，别动啊，兄弟们别动，来了，
千万背靠墙，别乱动就行了，背靠墙安全的很。反正坦克自己切步箭切目标，切了拉就行了。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安全的很，安全的很，切步箭切换目标，安全的很，真的安全的很，真的。哎，我死，我在哪？挺好的呀，挺好的呀，没事呀，没事呀，挺好的呀，是挺好的呀，没事。谁自己跑出去了？谁？自己跑出去容易那个，容易嗝屁。你看这下就。就搞了两个呀，还行呀，还有个了，没了了。背后怎么又死了？没了没了，走吧。靠右靠右。早知道在这儿背靠墙了，这个地方他妈，你看有个拱出来的，在这儿更好是吧？早知道在这儿背靠墙了。这里好，这里好。直接吸在里面，我操，妥妥的我。不能往后有斜坡，背后往背后有一个大斜坡，他还是会给你顶上去的，他会顺着那个斜坡滑上去。还有人没起来。后面的怪虫子就出的多了，我操！这三个菜逼也不用说了，这么多狂暴战，他妈就直接乱干了。轮流。先那个吧，先按照顺序击杀吧，好吧，按顺序击杀。按顺序击杀嘛，先打骷髅，先打骷髅，再打方块，再打大饼，然后打 boss 嘛，就好了。boss 转起来的时候离开了就行。哎呀，自己会散开的就散开，不散开的就顶着嘛，顶着自己开技能嘛。我看别人打就直接吃个十吨药水，全部围在一块儿，在里面乱干，我就围着一圈，围成一圈，直接顶住里面，在里面乱干 ，boss 一下就死了。哎，出个异种虫爪，啊，身上有十吨吗？靠右，靠右，靠右，对，吃一个十吨药水。这有，这有，交易我，交易我。回下蓝，回下蓝。这个昨天拍好几万斤啊！他有一个视频很厉害的，有个视频可以叠加破甲的那个贼厉害，就是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贼厉害。后面的兄弟上来点，后面兄弟上来点，我们要冲了，我们要开干了，走了，先杀骷髅啊，先杀骷髅，这小怪也是能控制的啊，可以放那个就是对拦截震荡猛击圣击都可以。来拉吧，这旋风斩频率也不高啊。好了，打方块，打方块。我操，这里面转了这么多人。别站得太集中啊，兄弟们，别站太集中。准备围殴 boss 了，快晕了，晕了，我们上了，晕了，震荡猛击了，我接了一个，那个狂暴战可以远距离准备好拦截过来，也有在地的，准备拦截，准备拦截，没了，站起来了，再补那个震，补惩戒通缉。动不了，动不了，动不了，他动不了。三个人一起弄，他动不了。可以准备晕了啊！准备晕啊！准备晕！我拦截了，我拦截了。晕！下一个拦截准备。我晕了，我晕了，我晕了。震荡猛击应该还有一个。还有震荡猛击没？我打了个四星圣机。嘲讽了，嘲讽了。还有惩戒通缉吗？有些武器有用的呀。喝了顶着打呀，乱七八糟。那才四秒钟呀，你这东西赚多久啊？喝十顿好一点。动不了，动不了，准备准备震荡了，我震荡了，打死他，打死他。我先下一个。拦截了，打死打死。打死。我也震荡了。还无敌抓。得出视频。出了。我不出了出了出了，我操，出了出了，我操，这个厉害，我操，出了，这个厉害，我操，这个出了，摸的，这是你摸的，你他妈昨天几步也是你摸的，你他妈每次冲第一个你摸的，你摸个屁，我操，早就上了，菜逼，我操，比那种早拿七拉零族灰机，云哥先摸的，搞得每次都你摸的，云哥第一，那种第二，这个变态啊，这个视频变态啊，一开始很多人不懂的。
但是这个会玩的兄弟就知道了，这个对输出提升极为爆炸，懂的都懂，是巨大的好吧？巨大提升三十秒，我操，巨大提升，懂的都懂，巨大提升呀！我那个此时此刻只能拍起来，拍起来，木头死你真黑，兄弟们在我包里，我想猫了，我想装上了，拍起来，拍起来，这个凶残呀，这个东西凶残。看尤哈这时候就跳出来，这个视频凶残的呀，这个视频是个说实话，无论是打架还是那个都凶残的呀。先拍那个自然抗项，巨大提升，自然抗项链估计不很难拍出去，实话实说，很难拍出去。那你们像卖我一个卖五百级，畜生。自然抗项链感觉很难拍出去，还是单独破甲的？单独的有没有自然有没有近战职业自然抗不够的自己自觉一点买一根好吧，才两百斤，拍卖行你要买加上多少钱？还加你别看智力，你就看耐力和抗性就行了。有耐力对，这个怪要边走边打、啊、拉到最后一击。你就这样想对吧？你那个自然抗的那个啊，马吉买了，马吉他自然抗不够，他很自觉。最关键是你踩个雷霆，他加伤害你了吧？我有自然抗项链，我有、啊。他买了，他先买上，等两个装备买完了再走。好，计时。你们这里分两波还是分三波走的？三波。我觉得我们直接就走过去一边走。两波吧，分两波走，第二波停一停。别开他呀，都开打了，那就走吧，那跟着走吧，你别先往里走啊，跟着往里走啊，不然白打了。别打，走，不要打小怪啊。走，他中间会一直刷新的。冲！这里这帮陷阱房打谁？谁被打死了？这是陷阱房，就是。冲！走。拖着大的走，一个走，再走，后面都跟上。别冰滑。看看到中间左右停一下，到第二只的地方停一下啊，到第二只的地方。蓝色，前面。可以了，可以了，这里停一下。这，我交群嘲了。啊，你交，他交了，打，直接 A 掉，他交了。哇，这个地精工兵爽。往前走，后面跟上，别等了，往前走。跟上。哎，没什么好停的，往前走。后边刷，不要犹豫，打完直接走。下一个小熊交群草吧，小熊。继续走，不用那个。这怪怎么打人都不掉血，我操！不疼，这怪小怪不疼，蓝虫子打了就可能会疼。差不多，下一打吧。差不多了，我来吧。我拉了一只盘子。我来了。直接弄没。好，跟上，往前走。这只边打边走边打，这只蓝的边打边走边打边走，这个边走边打没事的，走到前面靠边的地方停一波就可以了。继续走，再走，就可以走到底了，走到底，直接走到底，直接走到底，走到底。后面别打了，兄弟们跟上。蓝虫子没打人吧？蓝虫子在打，目标对的吧？十一 K 了，口罩停一下啊！小熊还有群嘲吗？哎，下去了。到这位置了吧？到我这位置停一下。秒的快，买的可以恢复一下，可以恢复一下。这里可以恢复，这里。这边前面点。前面再前面一个坑，啊、走上来，走上来，走上来，再前面一个坑，再前面一个坑。包包过来，对，就这。过来。这个坑啊，嗯，这个装备弹子，这个坑。等会儿打这个就是，要换坦吗？换坦也不用换对吧？要换的。一坦到底不可以是吧？你，那你先接吧，你先接。哦。你先接，我等会儿再弄两 下，然后。两万了。你先接了之后，啊，已经在卖了。两万。已经在卖了呀，两万了。两万了呀。操你哥在村，两万呀，操你哥，已经卖上了，已经两万了呀，这出价资格都没有，出价资格都没有，资格都没有，你出五万啊，今天，没有，我前昨天我朋友买 T 布他拿走了，我身上就还六千多，我还以为你出五万呢，六千多跟他没缘了呀。两万赚的，说实话，这个两万拿下来赚。记住啊，那种今天只有六千级啊。以后价格要爆炸的，这东西他妈以后出不了，价格要爆炸的。没事，真的赚的，血赚这个。咱是我交完两万金，我就直接带上了。快，我交易给我呀！我那直接上了，那个 B 哥先上，后面跟上啊 ，B 哥先上。等会儿出黄虫子的时候，所有远程转目标瞬发技能扔给黄虫子就行了。B 哥先接啊。等
等我第一个到四层我拿过来就行了，别打，先别打 boss， 先别打 boss， 他有重伤，先别打他。你四层了说一下啊。我才一层两层，人都站过来点，人都站过来点。哼哼，打自动设计师，鼠标左键钻石眼看黄松子。哎，我怎么被传送了？你被传到洞里去了是吧？老师鬼消失一下。别着急，别着急。小怪不用着急的，小怪不用着急。那个小怪不哎，小怪不哎。小熊先接一下。还有战斧吗？把大耳朵救起来。你妈大虫子都没有。来了，左边左边，接黄松子。云哥几层了？两层，我应该能接到底。我上了。博士快死了，我应该能接到底，不用管我。晕他可以晕他。你被传是因为你抽的被他超了。OK， 打 boss。boss 就三十满血，直接打死吧。不用换塔了，不用换塔了。砸了，不用换塔了。小虫吵掉。打小虫也没关系，没关系。这血太少了吧？大虫子在旁边，大一星人群啊！两只，从车间重建，从咸鱼线。大虫子打呀打呀，大虫大虫子大虫打！哎呦，猎人的长柄出了，这个长柄不得了啊！猎人干起来了，这骑士毕业衣服也出了呀？不是，这个衣服很漂亮的，这个衣服妹子必拿呀，妹子必拿这个衣服。以前妹子看到这个衣服，这就抢的都抢破头了。妹子猛男必拿吧？这妹子必穿这衣服。这衣服多好看啊！我操，猛男必备，好吧？猛男必备。那个叫什么？流沙法袍，绿色版。就是这个武器不好呀。这不好，41敏捷。41敏捷也才一把。只有三个。不是，猎人毕业的，为什么不好？猎人毕业的，不是傻。我不喜欢这个。闪现两百，那边有钥匙吗？有钥匙，开个锁呢。我没有。这范瑞克斯是呆逼吗？这他妈两下就死了，死也太快了！我操！里面这边打变那个小软箱子开得了吗？小软不打吧？现在是什么？维西杜斯啊？不打吗？那最后打的呀，那个是最后打的。维西杜斯最后的，那最后吧。而且双子了，向左边箱子开不了、啊。先公主吧，公主往前走，公主往前走，都没钥匙吗？没钥匙，没钥匙。对，部落有个新路图腾。等一下，有个新路图腾部落。装备先搞起来呢，拍起来呢。好的。500起。猎人武器，毕业武器。啊？出手啊！真毕业，骗你干嘛？你附魔刚25敏捷。我25敏捷，你比 AL 属性还要好啊！跟您说一下。顶住识货呀，顶住。这么便宜，以后就捡漏了，买的时候就买不到了呀，顶住识货呀。哎，恒恒，楚剑，别犹豫，这东西以后就跟宿舍强攻一样啊。提布都干了两把了，提布，这个东西再换就得等到 NAXX 了呀。其实拿了这个可以打分存的了。对，50一下，你好意思？这 DQ 不叫 MC。下面掉了，没事，一会儿让那个花开拉他一下。恒恒800有效啊。那看来打到哈霍兰前面掉一个虫子，也没啥了。好像也没啥。打到哈霍兰掉一个虫子，好像也没啥。恒恒1000，没了呀，这边。欧比哥。但是我们哈霍兰过后开始。逃毒甲虫归你自己，不用给谁了。奶量要不要？就蓝色的，到时候给那个要做装备的人。奶量1100，哎，奶量也要用极限了，奶量1000已极限到头了。对，你怎么知道的？我操！我怎么谁曾经的一千一？曾经的多彩鞋呀、啊！曾经的多彩鞋1100。不对对对，别上去了。身上就带1100，那谁要就 pass 了。啊！我被秒了。他这个踢界的时候要上盾的，不然会被秒。什么东西、啊？你还要不要？不要！什么大毒针啊？拉一下小迷弟，这是什么大毒针了？倒计时了啊！1100。
不，这个毒，这个毒解了就是秒的呀，四铁血啊。李总，先帮我垫一下啊，回头出去我给你啊，发给你。哦，我是被队友弄死的。解毒的时候他会造成伤害，跟哈霍兰一样。操你哥！你被他毒死的呀？我就说怎么突然死掉的？那你人在哪儿了？记录吧。快上来！这个我拉了，我去拉。这个巡逻的，我一波一波拉回来吧。就在这打，没事的。往后退一点。那边有110的，再回来两。对，完了。是先拉转的，先拉转的。先上那个，先上那个虫人。飞的先拉，我被减速了。先杀飞机，飞。杀飞飞，这边要猎人拉过来的，云哥没啦。先拉陆风，先杀疯子。打飞机，可以打。士兵自然抗。战斧吧，可以走。这三万血不用战斧，不要战斧，战斧干嘛？这三万血战斧我干嘛？坦克又没死。然后打白的，这是不是有毒吧？我操！哎，这个长柄武器我刚带上就死了。好，长柄武器刚带上就死了。是不是我不配这个长柄武器？这怪才三万血，有什么厉害的？这不就中毒别解吗？是不是这意思不了？中毒慢点解，不是别解。哦。我原来是有人解我毒的，我催化要解的，催化要解，催化要解掉的，催化不解掉承受更多伤害。衣服五百了，这好像真是骑士毕业的，是不是？是毕业的呀，是真毕业的呀。守护圣乃德也是，牧师也是。哎呀，这个衣服属性，这个衣服属性很凶残，漂亮啊！看看这个智力和耐力。我老让人出价。1500了，牧师小德，骑士加高者得，1500到1800，加高者得，2000。我很好奇男的穿是啥样子的，别看，2400，别好奇，你会做噩梦的你，2500。蓝明儿，倒计时了，2500倒计时了，小德是真的比起开了，前面开了，嗨，2500成交，哎，我操，咋回事？云哥怎么又没了？别解魔，别解啊！别秒解云哥的 buff， 有没有插件？满血才能解的。打飞飞！这他妈刚吃的，打飞飞！快打飞飞！打飞飞！嘲讽！我被那个沉默了。他这个我看别人主 T 接都要上个盾的，因为他刚接的时候会有两根毒针，一根2000多伤害。怎么着？又让云哥死了？太狠了，丁次冲锋4500血，要是盾牌太烂了，挡不住。什么丁次冲锋？那个毒解掉才掉血的呀，跟哈霍兰一样的呀。就是解的时候他直接提前结算了，他跟哈霍兰一样解掉才掉的呀。云哥，你这个盾牌真的不配这个封建啊，真的。哎，他这里面怎么又没出那个坐骑了？现在已经一人600多斤了，怎么没出那个坐骑呢？坐骑马上。那我们下打的是什么东西啊？哈霍兰打完坐骑比较多，就后面几波虫子怪，后面一波怪，就一波怪了，上来点兄弟们，就一波怪了，不是一波吧？是一波，还有一波110的吧？好像哪里有110？右边洞里应该还有。老奎，哈霍兰里面还有两波出来的，对，老奎好像要巡逻出来的，有吗？那就别冲了，别上去。有那你就这样吧。另外有一波不带飞机的还没打了。不太飞机一波打掉了一波，让小熊上，小熊血多。哎呦，操！别解他的毒啊！你妈一解就直接死了，老惨了我。飞机，完了，这回是我受伤了。你被谁解掉了？不知道。一会儿看七三八的老苗解的，扣钱。我需要更多的。
然后就没人接你东西了。没事没事，我死了无所谓，替不倒就行。控制技能呢？哎，白虫子，我在扛。拉了拉了拉了。又来一波，又来一波。火退快。就这么。没有飞机的，这波没有飞机，没事。接了接了，不要解毒啊，别解毒啊。那毒他妈太吓人了，我操！全是马老板解的毒，别解了，你妈呀，大哥！我举报他妈一解就秒杀了，我操！还有一波，还有一波。应该是有自动续盾吧？又来一波小怪，又来一波小怪，没事。又来一波，别解他就行了。那他妈一解要掉四五千，我操！现在一共五个驱散，全是马老板的。我怎么又死了？就一解就死掉了呀！一刀马猴啊，还一驱散。一刀马老板。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蜜蜂的那个针刺扎在你身上，知道吧？你不能马上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你受到最高伤害。就蜜蜂的那个尾刺扎在你身上。马老板，你自己看吧，这全是你解的呀。这个形容比较贴切。总共七，现在可以解，打完可以解，打完可以解。啥都不出的。打完可以解。马老板，你说说看，你的，那个是谁给你的头？不能解的呀。啊，这堆虫什么东西都没掉啊！这堆虫这么混的吗？什么都没掉、啊。就他妈的马老板的小刀，还好他妈没跟包包团去开荒。啊，巨型其他钥匙那个钥匙也没弄出来。我知道那个钉刺不能解，但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公主小怪先打。好像没什么小怪。我去拉。这有小怪吗？大团还没上前。有。没有啊。哪有啊？有里面你看不到，这里边还有，里边还有，你视野也受限了。等他们拉出来就行了，等呵呵呵拉出来。来，那到洞口来呀、啊，来呀、啊。波尔公主怎么打？印度吗？印度呀。叫马猴别驱散就行了呀。还有没有拉？没，我怎么没看到另一波？宝宝去了。哼哼，看到了没啊？不是说这里面没了吧？你们都说有，没有了就回来，先回来站位呗，交代一下站位就行了呀。这个不好弄，容易灭的。来吧，就坦克站好，这近战站在他屁股后面，交代什么站位了？远程治疗。后金体之夜这么多狂暴战，金体之夜 run 了就完事儿了。输出离 boss 是这样。那个远程输出离 boss 15-20码，治疗离 boss 30-40码之间，就这么站就行了。这还有什么怎么弄的？就能自然抗能那个的就给他猎人把自然抗光环开一开，然后提前先喝一瓶自然抗，全团提前喝一瓶自然抗，30%血的时候再喝一瓶就可以了，就没什么花头的。提前喝，现在就喝。对，两分钟过后还能再喝一个。我把那两个跟我放一块了啊，好吧，我把人给我放一块了，开个前程光环，开个自然抗光环，把小熊也放过来。啊，我先把队伍换一换啊，我这样调了之后，近战组最好都能吃到自然抗光环，就两个猎人了，所以说四个猎人好一点，自然抗光环大一点。你说木头石，你得混成什么样？有没有自然抗太低的？大蓝你都管我要的，我靠！有没有自然抗太低的？有吗？大蓝40斤啊，这家。我说近战有没有自然抗太低的？不用200多的，一百六就极限了。汉堡王表哥，27的，27的太混了。27的穿 T 装吧，穿 T 装吧。没事的，金山数量超标的。我这儿有两个500斤卖你一个。走呀，直接往里走了呀！你们在后面干嘛了？拉过来打。我拉过来干什么？为什么要拉过来打？走，冲下。冲进去直接干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拉过来打？只有一个小德解 T 的那个毒啊，其他人不要解啊。解 T 的分散就可以了。T 满血再解。有个盾墙就行了呀。猎人把宝宝。刚才说过了，那个远程输出组是25码到30码。20码到30码，治疗是在那个30码左右，就站在等他，站在这儿等他，人群站中间等。炮块二牛来了，来辆三牛。我先别上，等 boss 狂暴的时候宝宝上。女神，用神。
给 boss 上个侦测。直接解我没关系的，直接解我没关系，直接解我，我没关系，直接解。你走很快。三十二的时候喊我一声啊！三十二的时候。不带小鬼都九千三血了，没事的。多少了？还现在四十几是吧？四十六。三十五开始报数啊！三十五是帮我报一下数。好的。多少了？三十多少？三十八。三七、三六、三五、三五了，三五了，我开了，我开了。金战也开盾墙啊！金战也开盾墙。我开了，我已经开了。补自然抗，补自然抗。自然抗，治疗本刷，治疗本刷，治疗本刷，喝瓶自然抗。我盾墙要结束了啊！金战呢？兄弟们抓起来！就十万血 ，rust， 我死了，二级接上了吧？打死了，打死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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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开个盾墙就行了。那是谁手这么快？包包摸的呀！殉难者之戒，可以，可以，可以。呀，这个附魔有点惨，附魔有点垃圾。殉难者之戒可以吗？哦，好像是可以的。毕业的，毕业的，乃德跟乃德是毕业的，毕到 NA 叉叉去了。没加智力也没关系了。没关系，没关系。乃德主要是要附魔前行，这他妈是 PK 用的，卖给谁？可以卖附魔五狗了，五狗了。哇，我那个别往前了，宝不够了。什么宝？丢我包里吧，我包有格子，我法师包有格子。满了，我满了，剩一个丢给木头师吧。你丢我这儿吧，后面东西包塞满了。你不是卖出去了吗？已经。我就几个包，我就几个位置，我带了四格药进来。装备换回来，装备换回来，啊，装备可以换回来了，就这样了。太简单了呀！开拍了吗？这晚轮是换肩膀的吗？摸一百。对对对，换肩膀。晚轮换肩膀，那掀起腥风血雨啊！不摸一百。这肩膀加命中的。这么多狂暴战。肩膀加命中的，这他妈打破头了哟！对。这不抢破头吗？这。我现在十四命中了呀，十四命中也不是，哎，肩膀加命中的呀，厉害呀，这肩膀属性猛呀，非常帅的一个肩膀，龙爪弧线有屁用啊，真的帅这个肩膀，好吧，龙爪弧线能跟这个比吗？两百，附魔两百倒计时了啊，附魔两百卖出去了，这还有十六点敏捷呢，你要这样造型巅峰啊，将近一暴击呢，好吧，稍微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添加一下。包里只有一个格子，因为包里就一个格子。我忘记带机器人了，有人带机器人吗？我们需要机器人吗？要需要机器人吗？就是。我有可能需要一个机器人啊。云哥死了好几次了。来，圣骑士、法师、术士、小德。骑法德术。画出来看一下。解王全。我还一千。这个他除了换肩膀，好像还能换手套吧？对吧？鞋子，肩膀跟裤子吧，肩膀跟手套吧，好像是。肩膀跟鞋子，肩膀加鞋子，对，肩膀是跟鞋子一块的。有两千五的。我没研究过，反正他们研究过了。这术士是不是加那个命中的呀？哎呀，法师毕业的，哎呀，别问问他妈就是毕业，我操！别他妈问问就是毕业。两千六。哎呦，这个肩膀厉害的呀，这个肩膀。两千六到底？贵贵，还要减抗性的。啊，我贵贵，不得了。早拿早轻松。不得了，不得了，这不得了。哎，等会儿，小迷弟在二的时候出了两千七。对对，是的，继续。小迷弟在二的时候出了两千。三千了。三千。三千了，三千一。有这确实吓人啊！这个肩膀确实吓人啊。没事，还没到狂暴战呢。很可怕呀。还没到狂暴战呢，别着急。狂暴战还要跟盗贼抢啊！你想想，狂暴战了，别着急。狂暴战这个肩膀必须拿下，必须拿下，这没什么好问的。这不拿下，这忍得住的，这。迷弟好样的。之前到龙爪尖开马上分解，好吧？什么龙爪尖开马上分解，垃圾！我操！
还不能马上升级，声望还不够换。声望不够。啊，声望不够换吗？要中立才能换。中立嘛，门口悄悄差不多，马上就中立了。我现在24000。啊，对，今天打完应该就差没多少了。等一下加两个神器，加两个神器就好了。啊，对。五千是我出的，五千是我出的。店内出五千。给五千了。五千你也想弄吧？五千，我觉得他五千应该弄不到吧？有人没有人干他吗？我不信。干他！这不干他吗？肯定干他！六千来了，六千！拉我六千！这不干他说不过去吧？干他！干他！干那种！七千了！七千了！我操！那种要……那种你不是说你挣五千的吗？那今天工资一千都没有了呀！管我了！八千八千！干他！干他！干他！想换龙爪剑铠？干他！八千五！什么东西？怎么是乱码的？八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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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了吗？八千五了。刚需啊，狂暴战刚需肩膀，这没法调的。这个肩膀是真的毕业，兄弟们，这真的没法调。纳克萨马斯哪个肩膀能换这个？这不扯淡吗？这啊，一万了，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直接玩到官服。我操，确实，这真毕业，这是真的。这没什么好说的呀，没东西换的呀，没有东西能换的。我操，那走吧。一万了，你 P 了，还有谁 P 了呀？哎呀，哎，打怪了，打怪了，一万了，卖掉了，打怪了。还有一件，还有一件，还有一件。训练者直接啊，训练者直接还有一个。毕业的，毕业的，毕业的。这戒指确实是毕业的。这戒指好呀，再配上一个大钻戒，我靠！训练者直接51点治疗效果，五、这个、秒回五蓝。钻戒，这一对戒指，妈走出去都是白富美的象征啊！版本毕业的呀。两百起，两百起，怎么能一百起呢？两百起。两千了，两千了，人家两千了。大耳朵出两千，大耳朵不等待。不等待，因为这个哈霍兰公主啊，掉很多垃圾。哎，哈霍兰公主是不是有个狂暴手腕很厉害啊？加那个什么力量和敏捷的，是吧？对，盗贼板甲手腕。毛德是什么皮甲还板甲的手腕？皮甲，皮甲，皮甲，皮甲。哈霍兰有个手腕很厉害的，加敏捷和那个。我操，这个皮甲手腕23力量，这板甲手腕。板甲的也好呀。23力量18敏。这是狂暴战毕业的呀，四千了，四千了。四千了，大耳朵应该拿下了。他恶魔穿的嘛剑？他这么死扛，我他有龙爪剑，你大爷的，我连龙爪剑都没有，我还穿的金币了。哎，刚才下午那个这个毕业的没办法呀，这肩膀毕业的呀，这你不能怪别人。有龙爪剑，你让我一手。你先毕业的呀，对的呀，这个毕业的没办法，浪不了，确实浪不了。我口袋里没钱，我口袋里有钱，我也浪不了，真浪不了，这肩膀真浪不了，这怎么能让呢？这个真的是让不了。这么用到官服的，这怎么让了？让不了。龙爪尖还能让了，这个让不了的呀。用到官服的，我肯定不会让了。我操！我要有龙爪尖，我就让一走了。太凶了，这个还有存活能力，还有防御，只有存活能力，还能当、这个、还能当 PK 肩膀打。这个让我宝宝去开，一旦用可以看技能，可以看技能。排下站位吧，站位吧，站位吧，近战远程站一下。工头是大耳朵拿了是吧？这狗子怎么弄？说一下狗子怎么弄，我忘记了，怎么说一下？近战站一队，远程站一队。给我来个表记，给我来个表记。近战站一队，远程站一队，然后里面是远程给我一个标记吧，什么点名还是什么？近战 B 哥这儿，近战站 B 哥这儿，完事儿远程后边在如果大概在我这块看是雷霆还是暗影剑。暗影剑的话，远程就过来跟近战战，然后如果是雷霆的话，就云哥你拉着我们其他人就回退回去，然后远程打，近战不打。对，然后优先集合。近战打小怪，近战打小怪。对，近战打那个虫子，优先打那个飞的虫子，会旋风顺劈斩的那个，旋风斩的是虫子。打瘟疫走开。对，然后有瘟疫的话，身上中毒了就走开，远离人群。开狗呀、啊，开狗去吧。宝宝都死了。宝宝那儿科的。开狗，开狗，开狗。buff 给一下的 ，buff 给一下，王者什么的，王者和拯救。王者还有。重叠，重叠在一起、啊。他妈要吃的太快了。重叠啊，有大陨石啊，近战远程都重叠一个点啊。大陨石砸，大陨石是分摊伤害的，砸你一个人直接两万血。恶魔占人群啊，别一个人在外面晃啊。好了，哼，去吧。搞完了，这300斤不值的，每个人300斤肯定是。稳稳的不每人不到，每人1000斤了已经。你们刚才300斤是怎么分出来的？我操！每个人已经1067了。啊，300斤是怎么分出来的？你们木头石有多黑啊？
还抠。刚才打完对吧？三百星也太吓人了。我们这肩膀在这个团办以外，把那边木头是一千劈了。啊？一千就劈了？啊！多废物啊！一千他去哪了吗？那得去那个团消费，开啊开！我一千拿不到，我一万拿，我真的是哎。你不是那个猎人去那个的吗？你这个对呀、啊。来了，他在干嘛？那个 boss。一个暗影剑，暗影剑。逛街。远程过来。暗影剑，远程过来，远程都往近战这儿来。远程都进过来。我需要。文艺啊，那顶住走啊，顶住快走。奶亮走开，奶亮出去。还有人群中谁中毒了？谁绿了？谁自己绿了？朝天。火反射打 B， 相思了。我走了。相思五，天泽五。人群中还有一个绿了，天泽五。包，那个你们打扫兔子，兔子出来。我见着汉堡王。出去，有几好几个身上发绿的，快动一动。有绿的出去，超甜师来走。有人毒死，背后往后面退一退，小迷弟退一退。斩杀了，快弄死他。哪名？主要是中毒的兄弟不知道。爆炸了！自爆，快走，快跑，全部跑，赶紧跑，跑越远越好。啊，这都没掉个虫啊！小怪打一打，这个不爆虫子，这个是爆那个的，这个是爆、那个哦、那锤子，锤子，那种香呀，就全团他一个人锤，符文锤，符文锤，攻速还贼快，哎，中毒的走开呢，我操，还跑人群来，中毒的走开，人群远点干嘛的呀？旁边没人，你叫他走开干嘛了？他旁边又没人，你们叫他走开干嘛？刚刚旁边有人，他旁边没人，你们叫他走开干嘛了？我走开了都没人来我的，就活活被毒死了。我也是，所以这里吃 buff 有点亏，因为太容易挂掉了。我靠，活活被毒死。buff 能享受多久就享受多久嘛。暗影剑打了我2740，直接给我秒了。我靠！你们他虫去拉的时候放暗影剑就可以跑过来了呀。我靠！稳健的汉堡王队友误杀打了10万。看到没有，我打了我的误伤只有2200，哎呀，太强了。我这日天锤我已经带在身上了，我就等着小怪给我出把锤子了。会出的。这锤子挺凶的，苍穹击碎者，这个加攻速的特别凶啊。恶魔也有锤子吗？这个东西其实你挺看脸的，真的。哎呀。还不如打魔杀战锤。前五误伤三个在三队，真有你的。这个锤子造型应该还不错的，我觉得。这两个锤子 P5 无敌啊！这误伤最高的全是包包团的，所以得知道包包团开号有多么狠。人类特别需要这锤。人类没有锤钻金。谁告你的？谁告你的？你不是不是傻呀？人类没有锤钻金。哎呀妈呀，这是他就不精，好吧？全部一直要拉在洞口吗？不用再来，近战和远程分开了，站好，准备开了。就全部拉到洞口来。野团出特殊一击了，对吧？这一击有点像的呀。这可以往前站一点吗？往前站站吧，往前稍微往前站一点。哎呦，那个项链看着眼红的呀，惨的呀。云哥，不行，你给两个标吧，给 B 哥近战一个标，木头石远程一个标。毁灭护手加上那个。给吧。毁灭护手加上没有灭绝胸甲的，灭绝胸甲谁告诉你们在这出？灭绝胸甲是灭绝胸甲老一的，老一啊，没了好吧？灭绝胸甲不是坦尼乌斯吗？老一、啊，灭绝胸甲老一，打完我就说我灭绝胸甲。坦尼乌斯那个是什么？是掉的什么衣服啊？毁灭胸甲、啊？什么？那个萨马斯有个 boss 叫坦尼乌斯，他掉的毁灭护手，毁灭胸甲。坦尼乌斯掉最好的衣服呀？坦尼乌斯哪有衣服？那个叫什么丁？板丁胸，板丁胸啊，板丁正颌胸甲最猛的衣服呀！啊，板丁正颌胸甲，90AP 拉了啊！一爆一命，这是最猛的。哎，灭绝胸甲跟板丁正颌差距不大了，不没多大，不大，差距不大了，不大不大，就少了点 AP。板丁正颌是45，我请，他是37嘛，37，我请，
往后攒，差了16点 HP。来杀人群里来，二分。但算上王者的话，马吉欧走前面去，马吉欧二十来点吧。不干。不远了。谁在那说话？死亡离你不远了。就那大虫子。狗快点的，狗快点的。触手怪呀，那个。那你这拉了没有？你就回来了。那到时间了呀！我操。不行，再往前站一点吧。那右边那只，右边那只走过来了。我知道，我知道。俺需要修装备了，我靠！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混了吧？我才死一次。你们打过那么多次，你好意思说我混，大哥？你们打了多少次自己没？为什么踩死的？雷霆是吧？我是雷霆，是雷霆，是雷霆，雷霆，金蛋错，金蛋错，金蛋错，金蛋撤了，金蛋撤了，一会儿打小虫子啊，近战打小虫子啊。按兵反射打火，站一起，站一起，站一起，流星一起吃，所有人。寒冰剑一直在反制，别搓了，寒冰剑，没看到吗？并反，我球，我球，我球，怎么还在那搓寒冰剑？被搓，被自己被反了好几下了都。近战打虫子啊！拿了虫子出来，一瞬间就死了。啊。又来了，怎么全是飞飞啊？这个就是找飞飞跟火球啊。哎，找飞飞是一个技能，找别的是一个技能，是俩。变德，你不要那个读太多灼烧了，化复五层了你就不要读了。这雷霆火球飞飞狗。你现在看着我就知道了，你再找我事儿，我告诉你，告你诽谤了啊！哈哈哈。这个雷霆反而比那简单多了，其实。对。雷霆火球挺，就瘟疫烦，瘟疫特别容易一大片人闯那个，因为他暗影剑加瘟疫这两个技能是相冲突的，站在一块，暗影剑又要你站近，暗影剑又要你站近，然后瘟疫又要你自己跑开，瘟疫反应慢了吗？就那个，刚才那个谁一下子稳健汉堡王一下搞了多少十多万，十多万误伤，绝大部分队友的死都来自于这个伤害。揍他揍他揍他，能快打，又有个矿，我操，我他妈居然挖不了，315的，我戴上手套我挖了东西、啊、没有人挖我挖了龙脉啊，云哥龙脉挖断了，龙脉挖断了就出事了，不能挖龙脉没了，管他呢，挖了再说，我操，挖了再说，管他，龙脉挖断了挖了再说，我操，放屁嘛，等会儿死亡之钉加毁灭护手，前面点，前面点，前面点，门口门口，给兄弟们练一练，好吧，死亡之钉加毁灭护手，给兄弟们练一练。魔头师，你往这儿来干嘛？魔头师后边，后边去。上到70，上到70万换个台。恶魔，恶魔，还有个矿。别挖了，大宇哥，不挖了，大哥别挖了，龙脉真断了，死钉没了。死亡之钉，中间那只，中间那只。勇者再有装备，最高消费多少？87万。卡木头石包里吗？我包里没位置了。不是，不是说哪个团120几万毛了之后那个的吗？好了，那是不是一个包也放不下这么多钱呀？不知道。暗影剑，暗影剑，暗影剑，都过来，都过来，往前走啊，离 boss 近一点。啊，远程，远程过来，远程过来。应该是。哎，都是 boss， 跑晃出去。打冰火反射，打冰。第一时间喊上啊！团队里有中毒的，一百发出去，我出去，绿的，动一下看看，东西胖子，他出去了，他出去了，那个第一时间老色鬼，老色鬼，看自己的 debuff 呀，看自己，老色鬼出去，看自己的刀上，天不闻什么的男人，那个叫什么的男人，我要死了，我操，又哈又哈又哈，包包再一开，那个不好不好，阿哥阿哥阿哥，后边饺子自然烫的。不那个兔子，我进来还帮忙。主要敌兵没第一时间爆。头点头。你们能看得见吗？我这没第一时间爆。我能看到，我能看到。载船。出去，转身出去。再刷一下，再刷一下，把他打过了。薄情，迷友。接怪，接小怪，接小怪。别动。别去靠近那个中毒的人啊！中毒的人自己贴墙。他们已经在那了，你们别靠近他们呀。买一下他们，刷两口他们，马上毒死了。这毒还是很疼的。好了，
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吧，还有一只。一只。还有两只呀！哇，怕个屁！哇！哎呦，什么龙脉了？有什么龙脉了？反正总是要哭的。哪里有龙脉？我操！龙脉是什么？就这一坨吗？还有两只，还有两只狗，小心点。这黑曜石碎块是做什么用的？没有王者。不是卖商店用的吧？不是卖商店的，好像是。它是干什么用的？做装备用的。做装备的。做武器的吧？什么厚重的黑曜石胸甲啊，这些装备。对对对，那个。这其他帝王武器掉率是不是特别低啊？不知道，反正没出过效果。一次还好，反正一次副本应该掉个一到两个左右，比较正常。给法师来个王者呢？站好了吗？站好了，差不多可以开了，搞快点。那种开始拍体部了。赶紧站位，赶紧站位。配合一万。雷霆，雷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可以走了。近战，凑近战，凑。哎，我操，怎么跟头铁头过去了？打兵，火反射打兵。近战打瘟疫，退一点，退一点，退一点到大饼和方块这儿来。又有毒啊，有瘟疫啊，有瘟疫啊。哎，瘟疫比较麻烦。七瘟疫。再往后退一点，还能吃到雷霆。博群，博群出去，博群出去。幸会。我操！这他妈去打那个飞机，突然没耐心，有毒在那儿打。M 法，给他们加血。姐，那个哼，出去。那个 D 开头的那个谁？哪儿的打？我操！你干啥？你干啥？我俩对抗啊！宇哥往前面走一走。各中没事，离得远。宇哥中没事，我们离得远。买好宇哥血就行。白发，白发，出去。那个马猴应该已经在外面了吧？又是白发，白发怎么又被点名了？什么鬼啊？冰箱解掉了是吗？可以解掉。木头石啊，木头石，没冰箱的混。完了就回来呀、啊，完了回人群，别站在外面了。不没了就回来啊，小熊。冲锋是血。那个宅男，你往我们这边站站。喵喵喵喵喵喵！第一女团，活了活了活了，来活了！哎呦，来了个绿色水晶。包包团出的全是绿色，绿的差点、啊，出的全是绿色。五六个，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前面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前面还有一只，咱们站站站站打吧，还有一只站站打吧。可以往前站，对。最后一只直接冲上去也没事吧？没事，应该。但是他过来的路上他会放技能是吧？他是别冲了，主要是他过来路上他会伸手放技能，主要是看技能。就往前站点呗，在到通人还没救呢。哎，怎么都只要红色的呀？红色的叫法拉利，黄色法拉利。黄色叫大红色，要不100斤竞拍吧，好吧，价高所得，行不行？好，其他都免费的。行，其他免费啊。红色，红色，大家出钱拍卖，其他都免费的。好，啊，对，红色起石机有成就，对，这个是真的。那个成就叫什么名字呢？红色的100斤起拍啊，其他的虫子咱们就按顺序，先给治疗，再给那个轮流给。叫那个红色的，反正成就好像名字还蛮长的。暗影剑，暗影剑，暗影剑。暗影剑，远程过来，远程过来。暗影剑加爆炸就好了，加爆炸就血赚。东风是血走。东风哎，又是这个问题。湖南小子，湖南小子，要团刷一下，团刷一下。打一下那个小西仔，西仔。把自然抗吃一下。西仔已经嗝屁了。可以一眼看。小熊，哎，谁没出去？谁在人群里一直没出去？小熊，北河，北河直接冰箱。
那种那种那种，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啊、远离他远离他，把你让我冰箱，这有你的臭逼、啊、双子了双子了兄弟们双子了，没出吗？没出锤子吗？那就换术士拉了、啊、反正术士都能拉了。对，双子有啥好东西吗？毕哥你先接右边，我接左边，左边术士都会，我们就分下治疗吧。术士接云哥，左边直接让术士接。对啊，我说我站在左边，我等左边剑皇传过来，我接左边剑皇嘛。法师等会一开始先别打了，法师先别打了。配合来一起来快，他要没了。还好封剑得下了呀，云哥。还有那个对封剑下了，也得下了毁灭。毁灭毁灭不用下，毁灭不用下，封剑都下了，兄弟们，封剑都换下来。法师的精华，我们下午就是。